在我眼前这一栋气派的大楼里面呢，就是 Huckle Tree 位于伦敦 Shoreditch 的新创基地。一进去之后，空间非常的开阔。那你可以往上看呢，都是一些透明的玻璃窗格子，这里面都是一间一间的公司，看起来好酷炫呢。往地下室走就是 Huckle Tree 的共创空间。那今天有活动，我带大家来看看这个 Co-working Space。 这个空间有一些会议桌，所有的新创团队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随意的讨论或者是交流。那这旁边有一个开放式厨房，接下来有所有工作人员的照片，还有他们的梦想清单。不仅是年轻人，这里也是许多有经验的业界导师和创投逐梦和实现理想的地方。最后介绍他的地下停车场，停的是这种车，一起加油吧。